纯电感电路，它是这样子的。这有个电感器，好，这个是E哈 ，Epsilon， 那这个是 L， 好，假定时刻 T 的时候，电流是 IT。那么这个地方会有一个 VLT。那么我们可以知道，由 KVL 你走一圈，压降等于压升。好。那我们还是假定 epsilon t 等于 epsilon m 乘上 sin omega t， 还是这个样子的话，哈，好，那么这个就变成omega t， 好，我们写 m。好，那它就是，这就是它的最大值 ，VL sin omega t。这个时候它的振幅就是等于 E maxima 哈，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它的振幅就是这个哈，振幅就是 E epsilon maxima， 这是。电感器的电压跟电流的关系。好，我们现在看，电感器啊，它可以写成哈，因为它是感应电动势啊，其实它就是感应电动势了。我们这里取绝对值，因为我们已经把正负号标示在这里。Polarity 已经决定了，那现在就是绝对值。我们假定这个时候的电流是增加的，正的，这个正的，所以就是正的哈，不需要加负号 ，OK。好，那么由这个式子呢，由这个式子我们可以求出，我们加一个 T 好了，求出电流来哈，求出电流，那我们就把。这个式子啊，把它由这两个等式啊，我们就得 V L over L 乘上 sin omega t dt from zero to t 要等于 d I。从零到 I， 就是电流，时间等于零的时候，电流是零；时间等于任意时刻的时候，电流是 I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两边积分积出来，这个积出来就是负 cosine 了哈，负的 cosine、好，左边积分就是这个，右边积分就是这个。就是这个 ，OK， 好，于是啊，我们就把 I L T 啊 ，I L T，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V L over omega L sin。omega t 减二分之派，它本来是负的这个嘛，它是等于负的这个，cosine， 你看 omega t 减二分之派，
啊 ，Omega T 减二分之派啊，我看看 cos Omega T， 呀，我们可以，你先把这个变一变，变个号就是负的 sin 二分之派减 Omega T。就变成 cos， 所以负 VL omega L 乘上 cos omega T 啊，它就变成这个样子啊，这个样子。好，这个是它的像，这个是它的 amplitude，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就写成 I L sin omega T 减二分之派。啊，二分之派 ，OK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从这个结果得一个结论哈、啊，就是说 IL T 它要落后 VT 二分之派。刚刚的电容器是 ICT 超前 VCT 二分之派啊，这个呢是 ILT 落后它二分之派，二分之派角度啊，二分之派 radians 啊 OK。 好，那么还有就是它的 amplitude 的关系，这个 IL跟 VL 有这个关系，那这个呢我们如果写成是电压被电阻来除，那我们就令这个时候的叫做电抗、啊、叫做 XL， 它跟电抗之间呢是满足欧姆定律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的电抗呢它是等于 Omega L， Omega L 就是二派 F L 啊，就说电感器啊，它的电感自感系数是这个的话，它在交流电里面呢、啊，就相当于有一个电阻，相当于一个电阻哈、啊，是这么大 ，OK。啊，这个是欧姆，单位是欧姆。你看，当 frequency 很大很大的时候啊 ，XL 很大很大，电流变成零，所以在交流电里面呢、啊，啊，交流电里面，那么电感器呢能够把交流电阻挡住，不让它过。直流电的话呢，这个是零。XL 等于零，就等于电阻是零，短路一样哈，那么一下子就过去哈，所以这两个电容器啊，它是让交流电过，不让直流电过。电感器呢是让直流电可以过，交流电不让它过哈。